笨蛋，注意点儿。老大，你这 pose 摆得太帅了。摆了多少？让我看看。镜头盖都没摘下来，你拍的是空心吗？每次都要我收拾烂摊子。很不错的力量，走，该去找斯图勒他们了。啊，不是吧，又走了回来。看来我们又迷路了。从早上进入这个巨石阵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里太诡异了。小心，我记得当时你画标记的位置很低呀。现在这个标记的位置却比我高啊。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我知道，在这半个小时内，他已经长得比我还要高了。石头是不可能长得比乐乐高的，所以是乐乐变矮了。这里应该也有天网的机关，变动了石头的位置，让我们陷入了迷路的状态。看来我们比老大早一点到了。斯图勒他们终于发现石阵的机关了，大呆，现在给他点厉害瞧瞧。需要从这三条路中选择一条前进了。不，这个巨石阵会变动，出口无论如何都会被封死。这三条路哪一条都是死路。没错，所以要想破解这个巨石阵，要出其不意。乐乐，你就是……嘿嘿，如果前后左右都不行的话，那走上面能不能行呢？对呀，我们爬上去就能看到出口了。不错，乐乐，你可真聪明。那是，我的肉可不是白长的。嘿嘿，这是本天才的第一伟大发明，是收集了被打败的山海兽机器碎片制造而成的，攀登峭壁轻而易举。我这就给你们开路。大家跟紧了。乐乐，你慢慢爬，我们在上面等你。你们等等我。好快啊。有没有人帮我一把呀？他们卡住了。我们用投弹把斯图勒炸成烤猪，这样我们就能立下一等功了。高度有点高，大呆，启动红色按钮下降。
什么声音？哎呀，别管了，快来救我！乐乐，别乱动，我来救你。小星，你真好。哎，等等，你要干嘛？嘿嘿嘿嘿。哎，小星，你真是的，这样怎么能救得了人呢？这么大的砍刀，你才能砍断藤蔓吗？哼哼！啊，不要啊！得救了！哎，这么大的气孔，谁切的？毒玉，集虎、狗、马、猪四兽形状于一身的怪兽。司徒乐，算你运气好，不然刚才在巨石上早就被我切开了。看来是天网出手相救呢。乐乐，佳怡，我们也出手吧。神兽白狼，机甲召唤。可以做出这么敏捷的闪避，小心，他在身后。可恶，别得意，看看这招。没法打了吧，这下你死定了。可恶，如果白狼也有一双攀岩靴就好了。乐乐，我们有攀岩靴哦。哦，看招！糟糕，拔不下来了！哈哈，大豺狼变成小毛狗了。天王，抓好链子，我们来了。不报这个仇，我誓不为人。大呆，快启动红色按钮，再一次变动巨石阵，我要让他们一辈子都出不去。看到出口了，乐乐。Thank you.
我们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去的地方在这儿。老大，你说的那个地方有什么特别的呀？我研究过了，我们去的地方叫葵草之海，那里蕴含着一种原生态的能量，正好可以给我们的怪兽充能。你们就跟着我，一路往上走就是了。往上走？你们等等我！糟了，居然在这里碰到斯图勒。我们的怪兽现在还没充能，不能跟他硬拼，快躲起来。等等我啊！笨蛋，跟我躲在树上。阿姨，我给你表演一个绝技。什么绝技？看好了。耶！哎，刚才不算，我再试一次。嘿，小心，那是我的。谁抢到就是谁的。乐乐，小心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乐乐，你脸上的是什么？这怎么像是一张地图啊？这上面的符号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说是藏宝图？藏宝图？我们要不要去找找看？好主意，好像很有趣呢。可好端端的，天上怎么会飘来一张藏宝图？连路线都标好了，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管他呢，走了。这帮男生，一说有宝藏就什么都不顾了。佳怡，我们也快跟上吧。好。老大，这下怎么办？地图被他们拿走了。没关系，他们也是要去那里，正好给我们开路。应该在这边。没错，我们走，跟上，注意安全。哦哟呼耶哦。前面不知道还有多远，按说应该快到了。看样子应该不远了。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宝藏在等着我们，没准是怪兽呢。呸呸呸，乌鸦嘴。佳怡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是我听错了。我们到了。哦，嘿嘿。好美啊，这该不会就是宝藏了吧？我知道了，这些全都是葵草，据说上古时期的雷兽葵牛就是靠吃这种草才得到雷电之力的，没想到我居然能亲眼见到。大家小心一点，碰到了会挨电的。你怎么不早说？毒玉力量提升，操控紫雷之力抓击能让对手灼伤麻痹。
是神兽。它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啊！快逃的！充满电的感觉就是不一样。可恶，每次都是这个扫兴的家伙。佳一，让我们给他点教训。山海神兽融合召唤。嘿，神兽召唤器。你这点小电流还不够给我挠痒呢。可恶，如玉居然把我们的雷电之力完全吸收了。不，这对我们来说说不定是好事。啊，这怎么能算是好事？只要是机器，它的电容量就一定是有限的。同样，所有机器都有一个断电保护机制，防止电流过载。哦，所以我们只要想办法让毒玉触发这个断电保护，就赢定了。没错，我正好想到了一个好办法。哦，嘿，天王，你的毒玉就这点能耐吗？敢瞧不起我的怪兽？好，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闪电球。给我加大电流。是。哈哈，这也叫闪电球？我看呐，叫闪电丸子还差不多。闪电丸子。可恶！我辛辛苦苦生擒的怪兽，绝不能忍受这种侮辱。给我把电流提到最大！没事。哈哈，天网上钩了。乐乐，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，必须掐好时间。太早或者太晚，我们都会送命的。放心好了，我们一定能成功的。就是现在。天王，这次真的结束了。
神兽力量，正义的究极机甲。全都枯萎了？不，不是全部。有他在，这里将来应该还有希望恢复原样的。就是不知道，我们还有没有机会见到了？一定会有的，我有信心。我也是。